嗨，大家，我们现在来到波音的 museum。它还有放展览，但是窝窝猪跟迪士尼在一起，超可爱的。这个展就是它有跟迪士尼合作，就是迪士尼只要管什么飞行的素材都放在这边，超可爱的。第一次看到奥斯卡的那个小金人。1943年的时候有得的最佳动画短片奖，很可爱，久仰久仰。台湾，哇！Are you just visiting now? Yeah, we are waiting for the tour.Well, I just wanted to remind you that half of our museum is across the street. Oh! Yeah. Cool, 这里很多这种飞机的演化史，它很像是一个人在踩飞轮，很壮观耶，超级。可以体验坐在这个战机的感觉，好酷哦！很多飞机的屁股，大家，我今天要去火星探险。Welcome board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真的很像飞机的感觉，而且这位置超大的，这应该是豪进舱。Welcome to luxury economy class.超酷的，超酷的。每个星球的质量都不一样，然后地球因为有那个地心引力，然后他说地球的5磅就是2.27公斤，举起来就是2.27公斤。哦，这还可以。但是你看你在月球，你的2.27公斤只有0.38公斤。哇，因为月球没什么重力，对不对？你到火星的话就会变成0.86。嗯，但是你到 Jupiter， 那木星就变成5.35公斤。哇，就直接两倍，超酷，很酷哎！这是体验一个重力的过程，从月球来的酷东西耶。是一个标本，好酷哦！超美的，超多，超级多台。现在来到空军一号 ，Air Force One Six。这是之前给美国总统做的客机。很酷耶！很酷。这是总统的号码，这很熟悉耶。对，真的是甘乃迪耶。我真的历史很好哎。而且这个镜子还有全身镜，太梦幻了吧！President States Room， 不过他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他耍那么多位置，他要开会，他要开会，他要跟各国领袖开会。这边也太长了，超美的哎！后面这边应该都是那种随从的位置，而且这边是 aft passenger compartment。哦，这是床哎。Four down bunks， 不是
用过瑞士一艘这个关于它的总统。Kennedy。Famous flight。他这边有记录他的飞去哪边，有飞到北京、夏威夷，很酷哎。我们现在换来参观747的机舱，它的空间超级大，超级宽的。它之前是配一个电视哎，超可爱。座舱长。对，应该是。然后这是他们的头等舱，商务舱，很大哎，可以躺平的那种，高速席哎，787。现在我们在787里面，然后这边就是经济舱的333，这就可以333，因为这架很大。不同种类的 aircraft 应该跟飞机不太一样，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然后这边说这是 fighter 观察机、轰炸机、地面攻击的，很酷哎。一个仿的壕沟哎。We are encountering every swirl of German gas. Klaxons and sirens often sound alarms, but they do not catch us napping, for we carry our masks at the alert upon our chests. One thing that saves us from being gassed is the warning the gas shells usually make when they burst. Practically all shells, except whiz-bangs, which explode before the sound reaches the ears, come over lazily. The approaching sound reminds one of the meowing of a cat. Gas shell. 他们自己发明，他们自己的语言的。像这 Alex Green 就是 Butter, Flying Pig, Mortal Bomb， 很酷哎。这是我们都不会，如果没有来了解都不会知道的部分哎。我们在那个 Washington。QQ， 嗨大家，我们现在来到华盛顿大学，它应该算是 top 30的美国的学校。然后我们原本是想说，我们要来看哈利波特的场景，就是在他们的图书馆里面，其中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取景的。但是呢，今天图书馆公休，礼拜六，所以我们就是吃了一个闭门羹。但是外面也是很漂亮的。美哦，这里。这是一群在华盛顿大学走路的人们。嗨，我在露营。你在露营？对啊，收集什么吗？到时候我可以剪进去吗？可以啊，可以啊。我们现在在华盛顿大学走路着。我好想要喝饮料。你的肚子还像被脚踹，我现在可以踹你，现在还好，我刚休息一下。你踢看看可不可以踢到你？不要。给我打打包。请问你对于看到华盛顿大学有什么想法？超级漂亮的，而且学校超大，超级漂亮的。但是他们的图书馆跟星巴克都礼拜六公休，但是礼拜六他们的公休，我觉得蛮不合理的，就是感觉这个时候很多学生会来这边读书什么。光课也要来，但是呢，我们就是会被彪彪打枪。现在在喝波霸奶茶，好久没喝珍珠奶茶了，超怀念的。然后 by the way， 这是今天的 OTG， 今天的衣服跟裤子都是 Carhartt， 然后或者是 Nuzzle 的，然后1970配我的 PM 小包。这杯是蜂蜜奶茶加珍珠。哦、我们这个糖味好可怕哦！这一杯大概180，180，嗯，我觉得还蛮好的。
可以解乡愁。啊，我一闪谁不小心坏掉了。你是怕里面有人吗？这样超直超完。嗨，大家，我们现在在吃一个火锅的自助餐，就是火锅吃到饱。然后这边是基本的是32块美金，然后应该还要再加税。然后还有在分不同的等级，就可以直接加上去这样，蛮神奇的。然后给你们看大概长得怎样。就我们看这些什么东西可以直接吃？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番茄汤超好喝的，番茄汤好味，很鲜甜的番茄味，鲜甜味，很赞。就是一份三份，三份，我觉得是一份。就刚刚为什么人家回我？嗯，什么新潮的回法？嗨，大家，我们终于吃完了这一餐，非常的饱，饱到快要吐出来了。好吃吗？好吃，蛮好吃的。好吃。好饱，我饱到要发疯了，而且现在吃饱就超级想睡觉了。明天就要回去维多利亚了，要回去还债了。大家拜拜，拜拜西雅图。好，那好嘞。Requires all passengers to return to your seats and remain seate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voyage. Customs reserves the right to board the vessel and requires that all passengers are seated. It's important that we keep all aisleways, stairwells, and emergency exits completely clear. So you will never know who. What will you meet in a travel? Probably that is the reason why. Allah travels so much.